他其实原本也是被 JYP 要选去当练习生，但他觉得他想要在台湾好好发展，所以他就留下来。我要当台湾 Lia King， 我要跟 BTS 一样知名，九天姐弟一起走向国际。碎啦，走向国际。不好意思，你确定是要当 BTS 不是 TWICE 吗？没有，刚刚那个动作比较像钟明轩。厉害，我是美人钟明轩。你们两个关系是姐。我们不是假的姐弟，对对对，叫情同姐弟，他们也是我的学生。哦，真的。然后 Kiki 就是从十岁开始跳，他之前也拍过周杰伦。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脱离你的？没办法，怎么什么都是你的学生，周子瑜也是你的学生。嘿，哇，那以前在教课，他是有拍过周杰伦 MV。好，那老师来推荐一下他们的舞蹈厉害吗？他们舞蹈超厉害，因为像 Ryan 他已经有一个团体出道了，是一个韩国的。就是公司来经营的团体，真的假的 ？Kiki 他其实原本也是被 JYP 要选去当练习生，但他觉得他想要在台湾好好发展，所以他就留下来。对，但所以他们两个都已经常常代表台湾去参加很多比赛。OK， 到底能不能红过 BTS？ 我们就看看他们精彩的表演。选你爱你哟 ，Go！ 有有有有。上面来讲，两个人充满了自信，无懈可击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力道。但是如果你要超越 BTS 的话，基本上也要能唱歌哦。对，他们对不对？唱跳都很厉害。对，西小花老师，你们的老师他的舞蹈也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他的歌艺也还不错。还好的，还有呢，还有呢。你怎么会说好话？坏就坏在压力。没有，先跟我跟你说，像这位弟弟，他其实除了舞蹈厉害，他其实也拍了一个小短片，是励志短片。他在柏林的国际影展也有入围，真的那么厉害 ，international 也会演戏。刚不是讲他以那个韩团，你加入韩团？2019年的时候有在韩国甄选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幸运的以
Super Kids 的名义出道，超级小孩。然后那个时候在学校就很多人跟我要签名，然后那时候有女生跟我告白，但是他们是拿那个情书，然后上面就画一个我，然后上面就写郭佑腾，然后我喜欢你，最近变成明星了哦，小明星，对呀，小明星。然后但是我就以很委婉的方式拒绝他，我就说。对不起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当朋友就好。对对，成熟啊！要朋不当朋友当什么？我们先啊，所以他后来因为疫情啊，他发了一张 EP， 对他们就没就先回来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慢慢长大，越来越变越帅啊，对，越来越有魅力，持续的练习，慢慢，因为你在跳舞的时候哦，是充满了自信，真的很投入。Kiki 也是，对呀，两个真的很厉害。你的抖音账号现在已经很多人，我的抖音账号现在有63万粉丝追踪，他在抖音超红，真的，慢慢累积。对不对？有一天你长大的时候，哎，搞不好变成一个女团呐。对，那你们要记得我们哦。是啊，是啊，会的，会的。到时候拉我们一把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办？成功了不把气球戳破吗？啊，应该是吧。我们刚刚两位老师，这应该成功了。有吗？成功，圆梦，圆梦了，圆梦了，圆梦了。好，恭喜两位，好，继续表演，谢谢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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